金点在-236。这里往这走。不能远端玩啦、啊。好，就在这里了。好，你往下挖吧。嗯，我先挖点木头。我有，我有，我有。嗯。直接铁镐吹落去。哦，好黑哦。跟我骂骂哎，你那边也有哦哦哦，我以为是你，你也有挖另一条。我做个火把，哎咻，好，嗯，哦，有铁。哼，杰克就这样被打死了，对啊。嗯，这里，这里，然后这样。你有拿到盾牌吧？没有哎、欸，没吸到，不知道他杰克的盾牌跑去哪了。什么叫把电脑椅换成马桶？这很臭啊！不用，直接去厕所就好了。臭死了！哎、欸，刚刚大扣血，为什么？神秘。所以韩星你也没盾牌啊？没有。哦，那我给你，给你这里，后面。嗯哼哼哼哼哼哼哼，吃个。你肚子饿吗？不饿。没现实吗？不是啦，现在啦、欸、挖错边了啦，挖错边了啦，挖错边了啦、哦。为什么他们在笑？阿纪吧，阿纪突然瘦身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往就绕一圈就好啦。嗯，那你穿衣服，我穿鞋子，下去就好啦。在想哦，嗯，哎、欸，安全区外了耶，该往另一边挖了、啊。快哦，不然缓速。201在哪里啊？这里。哦，往那边挖，然后-219。哦，有点远，我挖下面，我挖下面。哦，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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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是土啊！对啊，为什么是土啊？烦啊！太地表了吧？啊，挖到下面一个，我插个火把。哈基修？哈基怎么快死了？对啊，为什么要快死掉了、啊？那在干嘛？负二零一。对，还不够。哦，这一圈会缩到最底啊，是不是？不然怎么那么？奇怪啊！好，然后219是哪里啊？这边吧。哦，这边。这、哦、听到苦力怕的声音。哎呦，而且很地表哎、欸。对啊，他是在外面玩哦。那个铁你挖一下。好。那边熔炉你都拿过来了吗？嗯，有哈，拿了，好了，他们乱，好哦，28、29有到了，他可火把，啊对不起，都在推你，很难用，好，有了。烧，没用，没有铁了。有，又挖到铁了。又有了，依然在圈内啊，可以的。
没笑。叮叮叮叮！哇，那急死了！他们在外面吗？还是在洞窟里？是的、欸，泱泱又告急了。对啊，感觉他们都在外面，就我们在里面。做个帽子。哇、欸！哎，洋洋死了！啊？哎、欸，对啊，剩半颗哇！那、啊、剩哈基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叠高哎、欸。你怎么知道？光正讲的、喔。对，我刚不小心看到。叠高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的白天。是不是叠高啊？挖挖点，用木头叠就好了。嗯。哎、欸，我们在几层？啊，哈基是要死了，65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不是我们要死吧？我们在57、欸。往上挖吗？要往上挖哎、欸，你挖吗？你挖，我这边搜一下。哎、欸，我要放跑上来偷听。哎、欸，你居然跑上来了！嗨，我们都死掉了。嗨，那、啊、不能讲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没了。不是，哈基怎么了？哈基在，来不及了吧？然后他搞到没有稿子，没有斧头之类的。哦，好，拉他们上来。嗯，啊死。太霸气了，太棒了！哎呀，跑步都比我快，我怎么可能被苦力怕炸死？哎呀，阿基，啊，你知道我们刚才躲的时候，那个你看他已经叠工作台了，他跳不跳得过、欸？哎、啊，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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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可以去上厕所了吗？哎，团团刚刚去追杰克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赶快，我赶快死。”因为我想上厕所。我要上厕所。打死他！你怎么死了？然后杰克就死了。杰克就被打死了。你这阿基刚刚开箱开到 Ender Pearl， 然后还很帅的说：“哎呦，我可以用上次那张，我叠高高，然后 Ender Pearl 到人家脚下去打他。”哦。然后就他后来被怪物追，然后直接 Ender Pearl 乱扔，然后就死了。这一颗星是想要怎样传？笑死！所以那是扔中介珍珠哦，对啊，扔到死吧！我想说，你怎么突然传送口不见了？对，扔的货啊！因为太远也他被怪物追，就直接乱扔。哦，我要变兽啊！我要去变兽，拜拜！拜拜拜拜拜！太白痴了，很急很急！我想说，刚刚看哈基在叠，怎么突然人就不见了？去哪了？想说剩一颗星也不可能丢珍珠啊！太痛，太麻气了。移动缓慢，那猪走路都比人快，可以跑跳啊。还是会很慢，就很辛苦。哎、欸，你的视野超白痴，拉很近，到处都是树，又不知道往哪边走。我追那个影院，吓到把斧头丢出来。我一转头就，我要按那个一的时候就按到 Q。吓到傻！你在树上跑，然后也不知道在干嘛，就跑过去。那时候跟纳吉看超久，因为我是先看到那个繁星，然后又看到团团，然后又看到纳吉，然后睡得怎么样？太近了，太小了。因为我刚在找团团，我们两个有点走散。然后看到你，真的看到他了。原本团团离很远，等我过去找你的时候，结果你们已经汇合。嗯，我想说为什么我被上二段缓速，为什么更慢了？我想奇怪为什么？然后现在看聊天室才说，你刚都不吃东西呀、啊？你刚都不吃东西，你是跑到饿了吗？白痴，难怪你都奇怪怎么这么慢，连一格都跳不过去。跳不过，然后他那边还要盖，我想说你就直接跳就好，哎、欸，跳不过。看，刚才看到哈基跌了一个那个工作台之后，跳不过，嘣就掉下去了。隔远，你怎么会跑到肚子饿呢？很容易啊，跑跳很快就没体力了。超慢的，环绕世界啊！我那没吃东西啊，另外一组都被怪物杀、哦，对、啊，他们就被怪物围啊，被怪物追、哦嗯，对啊。而且还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，两个人迷路，走哪我也不知道啊！你们
他们两个很好看。没有那个，真的假的？被怪物打得很精彩，还顺便刮了树皮。刮树皮？你怎么一直在刮皮啊？因为我在举盾啊，右键，然后就一直刮到。不是做记号，不是要做记号吗？前面六只酷狗，后面六只苦力怕，天哪！最后一只酷狗就把你干掉了，好不好？气死我了！很好玩的东西耶，什么东西？如果木头会刺人，你站在木头旁边就会中毒，这感觉如何？好，那我傻了。哇！你那纸对纸放在的下面就可以，就跟像仙人掌一样，没有是中毒。碰到木头就会中毒，中毒就很讨厌。我觉得你下次可以新增在 UHC 里面加点职业什么。那我想好累哦，职业太累了啦，太累了。但是共同全部人共同可以，就比方说木头会中毒之类的。嗯，比如说什么十分钟用一次的补铁还是？你这样有没有追人家追到一半，人家回头放木头，马上中毒？不然加入随机事件会不会比较有？啊，等明怎么办？没有那。那你我觉得你说这些对不对？你玩一个东西就可以玩到了，玩那个歼灭工程战二，是吧？直接满足你。那个目前对你来说唯一的缺点就是还没有赌博系统啊。有啊，要新增了，出了之后要有，之后要为了你改版有赌博系统，有盗贼令啊。爱玩赌博工程战。一样可以连啊，一样。好，他应该是很急啦，因为那你刚刚说的全部都是我们歼灭二。对啊，对啊，歼灭的内容。刚对啊，你讲的内容都是歼灭二的东西啊。你是歼灭二垃圾多少钱啊？有啊，工商仔。他说刚刚在打杰克的时候肚子跟摇滚乐一样，是不是团团跟我在杀你的时候摇滚乐好不好？他就这样形容啊，原来不是尿尿啊，是他去大便。对对对，猫便便肚子在滚，扎完巧克力之后就说哎，其实我刚刚是想要上厕所，那你赶快去啊！是大的那一个，我说哇哇哇，然后就看到杰克，不然我们赶快死一死好了，好走。可是我看你们超凶的、啊，你们两个人打那一个人没有办法，而且又被缓速，怎么走位也无法走。大家都死到目前，打哇，这么可怕，这么毒哦，这毒多久？凋零、会死人哦，好一个一个就有了就是你不能靠近他，你要远远的打他。那斜着可以，斜着好，上下左右不行，斜的我弄一下啊，斜的你弄一下，斜的我也要，干嘛提醒他、可？所以要空一格打，那你能不能改成你去打那个木头，木头也会打你？跟他打木头，木头会尖叫。对啊，你是没碰过尖叫的哦。好可怕！打太多还会有树妖出现哦。我跟你讲，树还会跟你讲话哦。到底是玩，这是玩什么游戏啊？他既写得出来啊，我就被他搞过啊。玩好像是那个吧，空岛吧，那时候空岛。啊，歼灭一也玩过啦。你那里会微笑哦。啊，这应该不会吧？上面隔了、欸，是吧？对啊，之前都是这样，就有战术啦、啊，木头战术有没有打起来放木头？只是怕自己踩到。对啊，放的时候你自己就跟岩浆一样，对，你不能放在自己脚，你不能放在自己前面一格，所有的木头都会是不是？没有，就只有橡木，上面也只有橡木吧。好像有白话，白话，白话树啊，那就像先项目好不好？不然每个都要上。好，项目可以哦。黑项目有好多，黑人就不会，一般才会。会不会有人在凋零？木材嘞？木材不会，就只有木头，就只有设定这个而已。好，木材太凶残了吧？白的没问题，黑的没问题，黄的才有问题。好，好，黄的最有问题。我都想跟你说，把叶子改成会刺的。
玫瑰哦，可以啊，采树叶会痛，好，没问题。采树叶会痛，就马上加，采树叶就好。那采草一样会痛。但如果下去，不要了，采草太可怕了。你看楼下那么多花花草草。你刚才说采 花太多了啦，采草有点可怕。采花采花会受伤，太多种花要设定了，太多种花要设定。看这感觉走路就会受伤，算了。好，完全不能走。大不了不跳不走路。还OK吗？多动症就会死这样。东药你还 OK 吗？没事。干嘛啦？我的设定你打屁啊？谁打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是打掉树叶。你小看厉害，站上去就有，站上去，旁边不会有，旁边不会有，站上去。哦，防止人家站在树上是不是？好好好，站住。木头是附近都会有，树叶是上面才会有。好，这样其实蛮好玩的。知道剪刀很重要，真的。哎，其实站在边边不会。团团讲话啊。你还好吧？你回来了，好了好了，摇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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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乐，摇滚乐结束了，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。哎，演出一十分钟后才说，所以在上面没事吗？在跳舞吗？最边边没事，最边边他没有判定到那个麦块 bug， 麦块 bug， 这个方块裂了。很常见，就像那个有一张图，不是你在太阳下就被烧那个，木头是那个斜的也都会。上下左右斜角，半径一格，最边边不会啊，就最边边。在下面的话呢，在木头。你下面的话也会啊，你也下不来了啊，你这样就下不来。对啊，站上去就别人就可以随便打你啊。标靶，标靶。